哇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熊场。现在是早上的9点啊、哦，外面的温度18度，还是下着绵绵细雨啊、哦。之前看那个北部下2个月嘛，南部呢可以说是一片晴天，我都穿短袖短裤睡觉了哦。哇，今天被冷醒，我现在讲话怪怪的。好，今天呢，哦，厉害了，哎，大家知道我前一阵子呢也玩过生存，这个前一阵子大概是1年前。那因为台南的场地呢，我要拍给你们看嘛，对不对？合法很重要哦，合法是一个必要的点。要在合法同时又具有特色之中呢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警察故事那样，有没有？城镇战在建筑物中间穿梭这样子哦，在室内啊各种布景跑跳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。今天终于让我找到一间了哈、哦，愿意给我拍摄的。然后今天的规则也是很有趣哦。哇，这个背包到底要重几点的？当然，最近呢特别喜欢掌心雷哦。之前有拍一个大概初速30不到的，有点像是玩具枪的掌心雷嘛。虽然是这样子讲啦，但是它也是灌瓦式的。没看过的可以点右上角资讯卡去看一下哈、哦。今天这个呢可以说上升了一阶，它一样是吃瓦斯的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当然，看起来没什么两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威力却差很多啊。这一把呢初速可以到70，但也只有第一发到70啦、哦。它一直打呢，那个初速会一直降，因为瓦斯枪嘛，整个就冷掉了。所以呢只有第一发是70，第一发会不会70还不知道、哦、当初呢我在店里面的实测影片是像这样的、打到没有瓦斯为止、哦、然后这块一定要留着，有70，对，这块不能弄丢，弄丢会怎样，就没有空打了。所以呢第一发就至关重要，第一发呢才能打得最远最直。那因为我是一时兴起哦，这个昨天才刚讨论好也就买了，所以呢我不仅没有测试它的弹道，它的威力呢也只有测出速的那个机器知道而已。弹夹的话呢，哦，是7+1，那个加一的意思就是先把它上膛放在里面啊，这边可以放7颗这样子，还蛮精致，对不对？这个另外买就要500了。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满意的啦。这一次打生存就是用这一把，3个人拿着这个把枪，哦，里面只有8发，穿梭在百货商城间，看到黑影你还不能开枪哦，因为子弹有限。想到我整个就热血澎湃了哈、哦。好了，车上只能简单讲一下啊、哦，这把枪的详细细节呢，到时候就给你们看。场地呢，哦，要开1个小时才到，先等伙伴集合。好了，哇，八五大楼，怎么看到是很大间，现在要找停车位了。好、哦，看到了，哇，好聪明哦！这个广场应该就废掉，要被接下来。哦，一进来就是了。这里是一个废弃的百货公司，是废弃了30年。原则上，我们都让场地保持它原来的样子，因为这才比较有那种真的那个味道。对。嗯，这是高雄第一间汤姆熊。第一间？对，高雄第一间。这已经想要当大哥了。你看，你看这个。像这种就是我们刻意打破。哦。因为刻意打破，让它跟中间可以连在一起。然后这边可以爬出来，这是刻意打洞的。这样这一条路是不是就不会是死路？嗯，对。太大了吧，迷路了。对，第一次来应该会迷路。扯！我进来这里都已经老板10分钟还没结束。哇，这个，哇，像你打职业是会有那种密道一样。对啊，这是密道啊。我就死了，我就死了。客人在玩，在开始之前，他们要做什么任务的指挥啊什么的。这个地图目前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场地的样子。哇！那个也是故意开洞，让你可以直接钻进去。哇！哎呦，我第一次到一个生存场地导览超过15分钟的。对。有够大的，它保留当初的那个原汁原味啊，像我们刚刚有经过那个电影院，对，好扯哦。我如果坐在那边等你们，哇，那感觉也蛮不错的。我都坐在那里等了，你经过，叹为观止，真的是好大哦，会不会太奢侈啊？啊，好尴尬，怎么都冷？我就跟你说，你想要多少小条？打嘛，
好了，各位，这一次呢，好不容易哦，真的是非常感谢城市战场三多店哦，借我们这么一个棒的场地，真的超乎我预期。我原本想说只有一区，像是什么汤姆熊啊，或者说一区什么厨房的，然后我们就在里面拿着小枪闹一下。哎，结果没想到直接整个商场过来了。我们等一下真的会跑到迷路，还有很多密道。对，还有很多密道。那这次规则非常简单哦，也算是一年回味不见的生存啊。这一次我们就走一个极端路线，好不好？就这个。就是掌心雷，它呢只有7+1而已，所以我们在这个那么大的场地中呢，我们要妥善的运用这些8发的子弹，你要好再打。对，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啦，因为一般的那个什么军警，他们也不可能对不对，拿着乱射啊，8发应该是最合理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的血条呢，我采用的是一个比较直觉的，因为我怕这个出数只有70而已，可能打到的话，就刚才石头吗？我死了吗？我怕这种状况发生。我觉得手臂吧，那应该蛮稳的吧？我觉得可以，差不多了。再反就会爆掉了。那你再跑一跑，借我看看。很明显啊。那来看一下我们这次买的小玩具，这两只是 WE 的啦，然后这个是粉红色，粉红色居然加价钱，加多少？加500。对，因为敏锐它的形象就是。其实我都没有试过，有点担心的。对啊，先简单试一下。好，来喽，试试看啦哈。打准一点，等一下我会带一下。打准一点。准备好了，不要搞那么紧张，我很紧张哎。好，来喽。有吗？好尴尬。不是，要买一堆气球哎！哎，不，你站远一点，我打你看看。我打屁股啦！好，不痛。那 OK， 那 OK。来哦。哇哦！好，那我们就自由发挥了。OK， 拜拜。感谢。有限制空间吗？没有。等一下啦，这些还没啊，你们跑什么了？不要那么紧张，不过是个70的小枪而已。我现在第一次实测这个。哎、欸，我的范围嘞，阿朗哎。我好了，开始了吗？好，准备开始。现在双方都看到互相的位置，对方可能从两侧来追击我，所以我觉得先下手为强。我也没子弹了，我看到你，结果忘记拉，我就打不出去。哦，这里就是汤姆熊了，全部都是汤姆熊。哇，好大哦！哇，这个刺激啊！解散！哎，门不能进去啊，门不能进去啊！这里可以吧？啊？这里可以吧？那里是哪里？喂
关灯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哪里，不然你们在那边大喊。打到会很痛吗？哎，像刺了一下。对啊，刺了一下了，所以像橡皮筋弹到一下。哦，比橡皮筋再大力一点。它刚刚是打到我没有骨头的地方。现在我准备了。好，展开，展开，快点。最后喽，好，开始。真的吗？要打到我？我冲过来，你就冲过来。啊，中了！啊，我想玩。中了！啊，我想玩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还蛮好玩的，会发光哎，还不错。好，那因为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实测这个新买的玩具哦，射程也好啦，弹量也好哦，在这么大的场地真的是不太能玩得尽兴哦。像我们刚刚如果把它缩小在一个像是汤姆熊三个都跑起来打的话，像 NERF 那样就还蛮有趣的。然后小枪的一些细节我再回去稍微给你看一下了，把它拆解可以干嘛的。现场呢我们就要先撤离了，那么多东西。好，撤。好啦，回到工作室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掌心雷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。首先呢，根据它的说明书呢，它应该是可以完全拆卸的哦。所以现在我就来看怎么拆。首先呢，滑套固定在后，这个呢把它往上。第二步，枪管转45度取出。哦，接下来释放固定钮，把刚刚那个扣子再拿掉。哇，哎，还蛮帅的呢。各位知道吗？那个警察故事里面有一个、啊、比那个主枪速度的。好，来开始。好，这样子就回来了。其实总结来讲呢，以这个1500左右的价位哦，粉红色呢则是要1900这样的价位区间呢，你要买一把真正的手枪啊，也是可以了。那因为它的出速呢，第一发70嘛，然后后面会越来越降哦。其实我们在玩的时候呢，大家都只剩下不到50吧，哦，50几60区间跳动。你说你要拿着去打生存吗？会吃亏了一些些。所以这个价位呢，会买这把枪的，我觉得应该都是当做一个玩具，哦，就是玩好玩的。像我这样跟大家谈好，哦，就是只能用这一把，让大家跑来跑去打起来就会蛮好玩的。哦，它也是会痛的，70其实打到也是会痛。那至于准不准，哦，你再看嘛，我们的实际玩的影片呢，大家都是近到可视范围去打的哦。所以准不准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它毕竟只有50、60而已，那就给各位当做一个参考啦。我是觉得上面这个滑套会动是非常不错的，那我也没有利益纠葛哈，这也是我自己买的，要买不买就随便你们。然后呢，有点蛮有趣的，像是你这样子是没办法激发的，那我现在没 BB弹，我要怎么办呢？它有附一个这个，
这样就可以击发了。好，这次久违的生存呢，就到这边了啊、哦！如果下一次我发现什么新奇的枪或是好玩的枪，我再跟你们分享。那就两小时交给你们 ，See you。